哦，现在等于您了。哦，杨总，杨太太，欢迎欢迎，恭喜啊！谢谢。很开心见到这么热闹的场面。我该好好谢谢你们猜对的啊。好好好，我介绍我岳父给你们认识。哎，好，请这边。好，谢。好，喂，傅大人。对不起。你两位在干嘛？借个两顶方便的开 wedding party 的杨总什么杨台，我岳父康庆杨先生。好好，康先生，恭喜恭喜。谢谢杨总。你好。谢谢杨太太啊，杨总。 马店今天特地从香港请个厨师来，做菜做得很好吃。今天晚上多吃点，多喝点啦。好的，一定一定一定。两位一定要尽兴啊，一定一定。阿诺曼啊，陪杨总过去邀请一层杨啲嘢。好啊好啊，杨总，请，到呢边喝杯酒好吗？好的好的，多谢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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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唔使客气。 对唔住喎，我有位好朋友嚟紧，你要亲自迎接佢，辛苦一阵。啊，随便随便。对吧？Sylvia咧，佢紧收粮食啊？系啊，你唔系要揾佢倾公事啊嘛？哇，我识讲笑，你仲识讲笑？可能佢揾我倾公事就真。好严重症喎，Sylvia 做乜嘢上嚟咧，就紧张个Kelvin。我哋咁讲，我好小气嬲噶。我谂Sylvia你公司做咧，一定好开心。啊，呢句系真啊，佢真系好开心。咦？ 喺度傾緊乜嘢啊？傾到咁開心嘅，仲傾緊啲開心嘢咯！恭喜曬，恭喜曬，伯母！多謝曬，多謝曬！你認真俾面我，咁早就到啦。哇，應該嘅，應該嘅。咁啊係嘅，就算唔俾面我哋都要俾面我女婿啊，係咪啊？唔講啊，其實我係俾面你哋兩個，何峰都係你女婿啫嘛。Kelvin 真系识讲嘢，我话佢口花花，我哋阿杜美同佢分手啊，可能就系因为呢件事。伯母你真系识讲笑啊，阿Sylvia 啊，妈，我好似啱啱嚟咗啊。哦，系啊，咁我哋嗰个去啊，失陪喎吓。好啊，你招呼佢两个。爸爸，随便啦。同我阿妈倾咩？倾得咁好啊？ 伯母啊，貴為城中富豪嘅外母啦，乜梗要巴結下，講啲好説話噶啦。佢瘦咩？瘦，好説話，邊個唔瘦啫？不過佢話我，唉，好可惜，我做唔到佢女婿。請我食飯，我講個真相俾你聽。唔會喎，我最清楚我阿媽講咩説話。啊，你真係有曬你阿媽嘅基因啊，講嘢一樣咁 mean。 恭喜曬喎！多謝多謝。恭喜。多謝嚇。同你隔得咁好，唔使企你度做啦。都要做嘢嘅。 计我话，你应该自己出嚟搞，同其利打对台咁咪啱啦。我睇好你嘅。宋生真系俾面我哋啦。你哋妈田嘅外父外母，我点解唔俾面啊？对唔住啊吓 ，excuse us。 系估唔到何峰要出去亲自迎接嗰一位人员系沈伯，最后二十段嘅新闻。企佢隔篱嗰个就系佢妹 Kevin。你同 Kevin 再接触？小心啊，癫癫地嘅。阵间有机会咧，要同沈伯同佢倾下先得。睇下点啦。如果佢仲有咁唔俾面嘅话，咪拉到算数咯。你唔紧张叶飞做代言人嘅事，都应该紧张杜拜雪沙岛嘅 project 咯。 我睇下我会准备好未。OK。老生，我系James，咁早啊？早啲，我唔咁早嚟啦。啱啱若光帮同个沈伯堂我一齐出现，你听唔明我呢个人嘅名咩？知道，越南华侨啊嘛，喺法国靠白货起家噶嘛，中法越嘅关系仲好好添。全中。系唔知阿何峰同佢嘅关系咁好添？今次佢请埋咁多马人，真系有啲古怪。 要即刻睇新闻女王，梗系要去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免费 download 啦！